去。再坚持一下。睡。阿龙，回来吃饭了。呀，这是我嘞，我先看，这是我嘞。对对对，好，尽快，马上啊，快去，好，大家都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，现在还不行，大家再等一下啊，再等一下。为什么不行？那些娃娃渴得都哭了。银杏，你是社区主任，不该说的话不要说，你要遵守组织纪律啊。我怎么没有遵守纪律？狗屁纪律！你们不发是吧？啊，老子不等了，老子自己去拿。Thank you.
天我倒要看一看，没有曲大春的批准和签字，你们谁敢进到这里面搬东西？钱金定，让你们大家等着，你们大家就应该等着。不就是两天没吃没喝吗？多大个事儿啊，能死人吗？县长，为啥子不发？银杏，不该问的别问。乡亲们，本来是应该发给大家物资，可我曲大川身为一县之长，我说现在不发，就肯定有不能发的道理。不要以为你是县长我们就怕你，告诉你，我们都是差点到阎王爷那报道的人，怕你？你好你个千斤顶啊，你敢打老子是吧？啊！你啊啊谁让进来的？物资呢？就在物资呢。你就别问了。不，我要问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所有救灾物资早在两天以前就发放完了。什么？所以现在我们只有坚持等待，你明白吗？那你还让那么多人排队等什么？等着道路打通，等着救援物资运过来。我们现在只有保持稳定。银杏同志，你身为一个社区主任，这么点浅显的道理你都不懂吗？乡亲们，冷静啊！你让不让？我不让。你给我站开！哎呀，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泼呢？你敢打我，老娘跟你拼了！你敢抓我？来，你抓呀！再不让，老娘抓死你！你就抓死我，我也不让。县长，你作为一个领导，为什么要欺骗群众，唱空城计？空城计，你一个女人懂什么？快出去，绝不能跟大家说这里是空的。为什么不能对老百姓实话实说？不能，最起码现在不能。实话实说能死人吗？哎，要是搞不好，那真就会死人。我明白了，我先出去了。去吧。大家快进来，里面是空的。大葱啊！哎，救灾物资呢？救灾物资呢？矿泉水放里面了，再晚会是空的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大家不要乱，这批物资已经送到了三江下，那里的群众已经断水断粮三天了，他们比我们更需要这批物资啊！那你们还让我们等啥子吗？啊，还让我们排队？就是嘛！大家不要着急，物资多得很，只要老虎嘴的公路一修通，物资很快就能运进来啊！万一公路不通啊？一定会通的。大地震的时候，公路全瘫痪了，不也都修通了吗？更何况这点小路障，大家放心啊！乡亲们，请大家再忍耐一下。现在，我们的秦书记正在指挥人员抢修老虎嘴，用不了多久，道路一定会修通。道路一旦修通，大批的物资就会运到。我们都已经等了两天了，要是再不来，我们只有饿死、渴死了。是嘛？都饿死、渴死了。徐县长。汶川超市有那么多吃的喝的，为啥不去掏啊？不行，那家超市是一个危楼，非常危险，况且现在余震不断，随时都倒塌的危险。我在这重申一遍啊，所有的人都不能进那间危楼。鬼策，听你们这些当官的话，我们连苦味都要穿不上喽。走，我们自己去掏。哎，是，不能去啊，那危险啊。不让胡人吃，有这个耗子。滚开！走，乡亲们，乡亲们。不能，徐县长，你身为一个社区干部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银杏，你惹大祸了。我惹啥子祸了？要出事儿，要出大事儿。来吧，不想饿死你，都给我去找吃的呀。
说，那地方非常危险，不能去。人民，快给公安局打电话，请他支援。外国安全吗？对，赶快派人到汶川超市，这里有紧急情况。喂，什么？群众饥渴难耐，要进超市抢东西，不行，危险，要出事儿的。小心老子打死你啊！让开，把你脑壳砸开花！让开！不能进去！不能进！让下！你们不能进去，太危险了！银杏，许县长唱空城计是想稳住大家的情绪，可你好，硬是被你拆穿了。好了，说什么都晚了，把手绑起来。打入大家，谁也不能进去。县长，让我进去吧。银杏，怎么又是你？让我一个人进去看看到底有多危险。不行，谁也不能进去。银杏，回来。人民，这是死你给我守住，再不能让任何人进去。不行，不能进。你先，这么危险，快出去！你先，不要命了？说他就他，你出去！正好都矿泉水呢！什么矿泉水？不要命了！你干什么呀你？放开！你不能进来！军县长！哪个不要命的，觉得自己命不值钱，往里冲！冲啊！怎么没有一个人进去了？大地震的时候那么艰难，我们五天五夜没有吃饭，谁饿死了？啊！大家伙就不能再坚持一下，就不能得到老虎嘴道路打通吗？牛儿，我们咋个整？算了，地震的时候都没得砸死，不要再死在这点活物上。徐先生，我们改班了，今天下指示。你们来的太好了，马上叫你的人把这间超市给我封起来，不管他是谁，谁要进去就把他抓起来，动用法律，出了事我曲大船负责。是，快，快散。现在吃啥子？活啥子了？大路好久能修通啊！任警长，来，你协助公安，把这儿给我守好了，再也不能让人进去。你放心，我到老虎嘴。快去老虎嘴。
云朵，里面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大家不要着急，曲县长已经想办法了，物资一定会运过来的。师傅，您再快点。喂，首长吗？我是汶川县县长曲大川。对，我们这边情况十分紧急，请求派子弟兵火速增援。对，好，快，再快点，师傅。林书记，现在还在拖，这半天、三天的枪不通啊。行啊，汶川县的老百姓等不了三天了。妈，我没办法，你要我的命也没办法。你快去忙吧啊！秦书记，我把救兵搬来了。我去啊，这道路不通。解放军来了也没用啊！有办法，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。集合！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上去！全长，全长！三营二排排长石大鹏前来报道，请首长下达命令。石排长，这儿就是老虎嘴。由于山体垮塌，把道路给堵塞了。在这堆路障后面，就是汶川老兵急等着救命的物资。你们的任务是想方设法穿越这堆路障，把救援物资一箱箱、一包包，用肩扛、用手提，尽快的运过来。坚决完成任务。好你个老曲啊，怎么想出这么一个好办法？要是没有这些可爱的子弟兵，再好的办法恐怕也没有用了。谢谢石排长。谢谢战士们，走，跟我上，冲！兵长，老虎嘴道路正在打通，救灾物资很快就会运到。立刻组织人员车辆赶过来，火速运往汶川县城。大家注意了，又有鬼尸下来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乡亲们，救灾物资已经运过老虎嘴了，再来几个人跟我去拉物资啊！走走走走走，哎，等等，只要男的不要女的。女的怎么了？女的也能搬，就算我们女力也能搬。好吧，上来吧，快上来吧。来，来，云朵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师傅，开车。哎，小心！牛儿，你不要命了？我去把他搬活，总要给些贡献嘛。牛儿，你不要姓牛，姓钱好了。喂。秦书记，我们现在已经出发在路上了，对，还有十多分钟就到老虎嘴了。好。哎，先来先得，我们就接货，总要先发给我们噻。就是，不先发给我们，那就不得行。哎，不行，得发给最需要的人，尤其是老人跟孩子。说得对，越闹越不发。
任明，秦书记，你们都来了，车来了，就在屋子呢，还在战士们肩上。拉他过去。对，走，姚队，姚队。大家快点啊！来，大家快点！听我吧。不用，我能行。给我，老秦，你不用管我，快进后边的战士。好好好，当心啊！啊。来。快去搬下面，直接装车。县长，县长，今天对不起了，我给你闯祸了。啊，不，倒是你有句话启发了我。哪句话呀？有空再跟你说吧。先装车，快来。哦。石班长，谢谢啊。啊，快让战士们歇会儿吧。不用，我们还要再去扛呢。哎，对，注意安全啊。秦书记。啊。他就是石排长吗？对啊，他就是石排长。地震以后，带着战士们冲进汶川县城，从废墟下救出许多群众的就是他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他是谁了。哎呀，同志们！哎呀，我这从来早了，不要那么自私嘛，那么多人都没得水喝，快搬嘛！老许，你跟车回去，快把矿泉水发到群众手中，我在这儿守着，等着石排长他们背货物。好啊啊！来，哎，您请，站住！上车，你跟我回去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叫你上山上车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快走！云朵、辣妹子，你们三个也跟我回去。让我们回去咋子？是回去和我们算总账钱。牛二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叫你走走，上车！快！大家不要乱，大家不要乱，请大家放心，每个人都会有水的，相信我，每个人保证有水喝。李星，我现在必须马上赶过去，把那些水送到学校、医院。还有灾民安置点，剩下的这车水，组织好大家按秩序发下去。县长，你信得过我吗？信得过。县长，我这个罗侯分子你也信得过？听着，这些水，你们几个都是亲眼看着解放军怎样冒着生命危险抢过老虎嘴的，这都是救命的水。牛二，凭着自己良心，罢了。县长。你放心吧，李信，哎，你说大哥方，我们听你的。哎，不要说，大家听我说，排好队，排好两个队，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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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。每人先发两瓢，等大量物资来了以后再多发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插队，插队，不要想喝水。哎，你管什么队，大队？来了啊！不要了，你以为你是县长啊？快躲死老陈！啊，下去，喝水，下去。牛二，你不要打发乱说，屈县长可没有多吃多占，你咋个晓得他没有多吃多占？现在当官的哪个不多吃多占？辣子，你别胡说，县长不是那种人。大家省着点喝，这可是解放军从老虎嘴背过来的。省着点喝。哎，秦书记，不对呀，不像是石排长他们呀，你看哪个部队的？他们穿的是海军的迷彩服，不会是海军啊？哎，你看，还有女兵，快，快接他们去！哎，哎呀，我来吧。哎，谢谢。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我们不是军人，我们是志愿者。
怎么，没见过志愿者呀？啊，不是，谁派你们来的？我们自己派自己来的。侠客万卓，阿童木，咱们再回去啊，走。哎，大哥，注意安全啊！小心啊！侠客班竹、阿童木、白鸽，这都什么名啊？白鸽，你去把他们叫来领表格了。好，嗯，杨二，这是危房调查表，你填好了以后交给我。有嘞有嘞。林静姐，哎，这些年轻人是志愿者，他们是来找你的。哦，你好，我叫白鸽，我们是自愿来再去帮忙的，他们有事情给我们做吧。好好好，大家快坐吧，坐吧。坐坐坐。林姐，哎，你们是哪里人啊？我们是从岭南过来的。哦，那你们都是大学生吗？我们三个是大学生，他是硕士生。哇，这么高的学历呀、啊？那你在大学里面学什么专业啊？社工专业。大学里面会有这种专业吗？啊，这是一些大学近几年才开设的专业，毕业之后面向社会提供专业的服务。我们几个都是学这个专业的。啊、哦，哎，你们懂心理学吗？我们在课堂上都学过的。太好了，我们灾区就需要这样的人才。你们能不能晚些时候走啊？我们近期都不走。那你就帮我们搬搬东西、运运物资什么之类的。嗯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做。可是我们社区没有报酬，连补助都没有。我们是志愿者，不要任何报酬的。白求恩的弟弟，白求感。这位大哥说什么？牛二，别胡说。哎，你们住哪儿啊？哦，我们自己解决。嗯，你们吃什么呢？我们任何问题都不会麻烦灾区，都可以自己解决的。谢谢谢谢，那你们先去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再过来吧。行，那我们先走。好。再见啊！谢谢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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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！哎，不管吃不管住，还不要工钱，不是白求干是啥子嘛？就是嘛，这些年轻人到我们灾区来，到底做啥子嘛？耍呗，耍够了就回家，再么就是照些照片回去好显摆嘛。看哦，我们到了灾区喽。牛二，你别说话那么难听好不好？那些志愿者多不容易啊！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帮我们搬东西，帮我们救伤员，好吃的好喝的都给我们，多好啊。对啊，除了解放军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志愿者。嗯，还不是一阵风来了又一阵风走了，剩下几个人家总要回家吧，不能老在这待着呀。对啊，有走的也有来的呀，现在这不是又来了一些吗？我觉得呀，还是好人多。我也不明白，大地震一来，怎么就冒出这么多好心人？好像好心人都跑到我们汶川来了。是啊，以前妈只是听说世界上好人多嘛，这回啊是亲眼看到了。大地震以来啊，新鲜事太多了，不明白，简直不明白。有啥子不明白的？啊，有啥子不明白的？人家刚才都说了，是学那个社工专业的，啊，人家到这里。肯定是来实习的，以后考公务员加分。牛二，你不要说那么功利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些特别无私的人，他们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流血牺牲。这次大地震就有这样大英雄，你没看见吗？我是没得看见，你说一个我听一下。石排长，石大鹏。来，大家排好队，到我这儿拿水啊！来，大家注意啊！不要抢，不要抢，都有啊！来，这是灾区的电影，大家小心点啊！哎，大家注意了啊！这是三天的配给，大家省着点用啊！这些东西来之不易，大家一定要感谢解放军啊！对，还要感谢咱们的志愿者。哎，啥子叫志愿者哦？志愿者就是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哎，辣子姐。看，就是他们。前点，前点。哎呀，啥子志愿者嘛？他们是当兵的，你看，他穿的是军装。那是军装啊，那是海军的迷彩服。你只知道骂人抓人，其他啥都不懂。来，哎，任大局长，你
你就不要跟我们这小老百姓一般见识了吗？我不就是撕烂你一件衣服，我还你一件就是了吗？不用你还，你厉害，我惹不起，我躲还不行吗？来上。婆婆啊，你年纪大了，你小心一点啊、哦！你下次再来领东西的时候，让家里的年轻人来好吗？我得人喽，屋里是我一个人喽，个人都不得喽。白哥，白哥，你让你们志愿者也领点物资吧。谢谢。不过我们志愿者有一个原则，一切费用自理，不用灾区的任何物资，也不动当地群众的一针一线。向解放军。嗯，向解放军学习。今天你们可给我们帮了大忙，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，我们自己都可以解决的。谢谢你，请你们帮忙。哎，任明儿，曲县长，你这是。下一个。县长，怎么？我也是灾民呢，难道不应该领吗？应该。银杏，等你发完了这批救灾物资，我想找你谈谈。找我谈什么呀？谈谈今天，谈谈刚才发生的事情。东西都发完了，来，大家今天辛苦了，可以回去了啊！哎，啊，检查一下哈，我只拿了我这一份。今天你出力了，多拿点也没关系。怎么着啊？咱那么点钱吧？牛二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你想想那些志愿者，还有解放军。嘿嘿，我是说来耍嘞，耍嘞。哎，云朵，我帮你提。县长，银杏，来来来来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来吧。哎，小赵，把车开走，不用等我了。县长，今天。对不起啊！哎，不，今天倒是你给我上了一课呀。我给你上课？银杏，你忘了今天你说过一句话，你说我们为什么对老百姓不能实话实说？说实话是不会死人的嘛。那是我一激动脱口而出的。哎，就是你这一句不经意的脱口而出，对我启发特别大。我们这些当官的，总认为老百姓不能理解政府，怀疑他们素质低、觉悟差。说到底是我们不相信群众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事情的真相原原本本的、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群众呢？就像竹筒倒豆子那样，嘁里哗啦全把它倒出来，到底是一五还是一十，直接面对群众。再说了，群众本身就应该有知情权。县长，我知道你是担心那些群众知道救灾物资没有了会闹事儿的。不，我现在完全想通了。其实这件事情一开始我们就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告诉群众。群众肯定会理解的，可我们呢，还搞了一个空城计，让老百姓在外面傻傻的等着。说实在，我这是自作聪明，耍了一个非常低级的小聪明。你看今天，我们不是让牛二和辣妹子他们去发放救灾物资了吗？结果什么事儿也没出吗？这正说明我们应该充分的相信群众。县长。你怎么会跟我说这些呀？我不但要跟你一个人说，我还要在全县干部工作会上大说而特说，我要让全县的干部都知道这么一个道理，以后在工作中不管遇上什么样的情况，对老百姓都要遵守一个原则，那就是实事求是，特别是对老百姓必须实话实说，因为实话实说他死不了人。任局长，哎，那我们也先走了。哎呀，真是谢谢你们了。你们住哪儿啊？我们天之下，地之上。不开玩笑，大地震之后啊，汶川县城残存的几间宾馆都成了危房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安排一个帐篷。
谢谢你了，你不用担心我们没地方住，我们的宾馆在包里呢。哎，等等，嗯，干嘛呀？没什么好感谢您的，带着路上吃啊。哎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县长，我发现你跟地震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地震以前我什么样？我能说真话吗？银杏，我这个人向来喜欢直来直去，最讨厌拐弯抹角。说。你以前自信得很，说一不二，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根本就不敢在你面前说个不字。你今天不但跟我说了不字，而且还真刀真枪地跟我干了一场。说心里话，地震以前我可不敢跟你顶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我要凭良心做事，大不了不领这份工资了，又死不了人。大不了不领工资，凭良心做事。好，银杏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大地震真是太教育人了，这才短短几个月，你我们大家都改变了很多呀。县长，你陪我走这段路，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吗？啊，当然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最近，我发现你很有群众威信，比我这个县长还要高，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帮我去安抚一下老百姓，稳定他们的情绪。什么事儿啊？银杏，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，所有抗震的部队都要撤离了。真的？那石排长他们也要走吗？是啊，所有的部队近期都会撤离，所以我担心解放军一走，老百姓肯定会有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，他们会感觉失落茫然，甚至会恐慌，所以你们一到基层去，一定要跟老百姓说明白，安抚他们的情绪，告诉他们解放军虽然走了，可灾后重建一刻也不会停下来，道路会马上打通，住房也会马上建起来，学校会很快建起来。最关键的是，让他们相信我们。银杏，我们这届领导班子，他们都明白，都知道，有成千上万个死去的灵魂，就在天上，就在我们的头顶上，每时每刻都在盯着我们。